大家见面，那也希望呢，今天晚上为大家安排呈现带来的每一首歌，你们大家同样呢也会喜欢。那我知道呢，我们新加坡的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听这个福建歌，所以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一首福建歌曲，福建歌曲可以吗？ <Okay. S 1> 就来为大家送上一首《忘记》， 黄嘉文，把歌手爱你带到家，谢谢。
情，浩浩哥哥。谢谢。哇，好，我又是姐姐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我又在，我年纪比你还要大。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叫她妹妹好了啦，她比较喜欢人家叫她佩芬妹妹。叫我安佩啊。啊，这么快就升级了？还没有啦，还没有。升啊升啊，可以给她变。因为她现在脑筋还活在她六岁刚出道的时候。我的佩芬妹妹。啊，你有看华裔吗？我我们的嘉文漂不漂亮？人家小公主一般哦。哇，而且你看她年纪轻轻的这样的话，一把好声音啊。对。哇，光是刚刚跟大家打招呼了，就已经呢非常非常热情哦。热情奔放啊，那对啊。哎，那你这第二次来嘉华也是不止啊。其实有几次了，嗯，有几次了。之前有跟公司来过巡回，哦，那歌台的话，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第三次，哇，三次我就碰见他两次哦，哇，这么的 popular， 你看。可见你看，如果要来到两次、三次，然后遇到我们的佩芬哦，就是表示您的这个歌声好，您的这个众多人喜爱。不过我来这么多次，这一场是最大场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也是最热情的。哇，所以你之前都做哪两场小场的遇到他？中场啦，中场，哦，中场，中场，来，中场休息。所以呢，我们龙南店啊，得到我们理事会啊，哎，不惜成本啊，那让呢，所有很多每一年哦来看咱的歌台的朋友，拢会去看到哦，哎，这一班哦不一样的歌手，所以他们算是姑姑来一拜啦。哎呀，姑姑来一拜。哎，对啊，来一拜就姑姑啦，你。所以呢，姑姑来一拜，哎，价码很高啦，对，毕竟他们要搭飞机来这边哦，所以呢，感谢我们的龙南店。是的，再一次感谢我们龙南店所有的理事同仁，以及我们苏钱司里的每一位热心好朋友们，谢谢。而且刚刚在听他唱歌，这样举手投足啊，就知道了哇，这一位呢，一定哇有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当然当然哈，舞也跳得很好，对，又有礼貌。当然你身上拿的这一个是哪一间公司的宣传海报啊？来介绍一下这一张呢，就是刚刚跟大家的这个报告的南方唱片公司啊，哦，这个是属于了那个马来西亚，哦，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嘉文的第三张的个人专辑啊。是的，据我所知，他这一张专辑呢销售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啊，是里面的歌都非常的好听，还有自己的歌曲。那等一下呢，他还会唱他专辑里面的非常有爱的一首歌，唱我妈妈听的，对不？是是，什么歌哈？等一下你要唱的那个是一首在那个网上非常流行的一首歌。那当我在这首歌呢，是公司选给我的。当我在录音的时候，已经开始哽咽了。然后拍 MDV 的时候，有买到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我在 MDV 里面哭的是怎么样的。哇！所以呢，里面的歌曲呢，有这个原创作的新歌啊，包括呢《爱自己》啊，是《爱委屈》啊，然后《情一动心就痛》，忘不了《爱在飞扬》。哇！蒙阿波雅歌曲耶，蒙阿波，你的歌也在里面啊。三月里的小雨，还有。刚刚的妈妈我好想你，你那好冷的小手，哇，这些歌曲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歌，而且再加上一些中国网络的歌曲哈。是的，那今天晚上也是我第一次带着我的这个最新的专辑来到这里呢，和我们的朋友们大家见面。因为这张最新专辑刚刚发行不久，所以呢我就把它带到现场来介绍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哇，也希望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嘉文的朋友可以买回来哦，大家一起收藏一下。对的，那今天晚上买专辑还有送黄嘉文哇的海报。哎，有车架吓到，还好有车架。啊，你做啊，赶紧买，你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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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再规地嘞送给人。送海报，送海报，有没有签名？有没有签名？有，今天晚上都有现场签名哈。好，希望呢大家可以喜欢你的歌曲，然后来支持你的专辑。等一下你有助理对不对？然后在旁边，好，要买的朋友可以到旁边来。是，给几多嘴？给几多嘴？十块钱，很便宜啊，马币十块。哎，不是不是，那不是啊，那个新币，哦，那个新币啊，新币十块，哦，新币十块啊，那个新币十块里面还有两片，里面有两片。哎呦，今天你刚
跟我们另外一摊在比哦。哎，我们今天也是有另外一摊哦。对哦，新币十块也是新币哦，新币十块发财红包里面有两个机会哦。哦，哎呦，你两片，我的红包里面也是两片。我的比较小片哦。你的是什么的？你的是什么新币？我的是啊，我的是让你发财的，发财的。你的是多多加 4D。Yes。黄嘉文的是什么 ？CD 加 CD 加 V CD 加 DVD。哦 ，CD 加 DVD 哈。还有送海报、送签名。还有送海报、送签名，还有送配分、送号。对。哇。还有什么送送送？等一下送你们到车子那边去拿车。明天的马票，再卖不出我们就送你回家。明天的马票还有我们的拜义的多多，那马票是两块，多多是一块，加起来是三块，一份红包要请是十块。哇，今天晚上我们龙南店哦，哇不一样哦，一次有给大家两次的机会了，两次中奖的机会哦。明仔也在对奖，拜也在对奖哦，感谢大家。这样我可以买吗？哎呀，可以。可是我明天早上就回了，这个是晚上才开，如果开了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可以先放我们这边，哦、然后我们帮你对，如果有中的就告诉你。哦，有中的你们再告诉我啦、嗯，因为我在那边也不知道开什么号码。可以拿，那我六个月可以拿钱哦，六个月啊、哦，谢谢大哥，谢谢我啊，那是我们歌台万子票王。哦，半年哦，半年都可以拿哦。哦，但是要开啦。哦啊，这个应该你们应该会开啦。是是是是啊，开赛应该是蛮灵的。是是是是是。马来西亚，你真的要买啊？我买一封可以吗？可以。哦，因为你是唯一一位哦，那个海外嘉宾有送我们的嘞。轻轻啊。谢谢你最大方。其他都是被感想的，阿你棒棒棒棒，本来超人啊你，啊你很大方，你很有爱心。妈，你讲啦，你阿你可以拍摄。啊，他很有爱心，我跟他夸奖呢。很好很好，个好榜样好榜样。肯定中的哦。谢谢谢谢谢谢。你交给阿蹦就好了。人家这样的意思你还听不懂？什么？那我买一封，人家就要发你，看你会不会讲错？那我也买你的专辑，买一封。我要买他的专辑啊！没有啦，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 share 了一人五块啊！是，那只要放你家放听五个月，再放我家听五个月。那天天卖听，倒好你，你家个卖听倒好啊！我们啊，什么什么娱乐啊？哎呀，什么什么 share share， 你们住同一间家啊？啊、是啊，住一起的啦，没有啦，没有住一起啦，没有住一起啦，没有住一起啦，睡、okay、一起而已、啊。哎，还有文喜不呢？这样，好的好的，啊那那等一下我们就支持你的专辑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我们的嘉文带来歌曲、哦。你可以先给我十块吗？可是我没有带钱呢。行吗？行吗？先拿十块。你不要哇，说到做到，你看你妈已经准备了。你不要这样不好意思啊！来，助理拿来。我的这个助理很专业呢，不是叫你来拿你的 CD， 叫你拿十块。CD 啊，顺便给你拿来啦。我先拿了，来 CD 顺便拿来啦。拿来，你 CD 顺便拿来啦。哎呀，十块是不是？啊，来十块给你买。哎，那个表给你的钱呐。哎，这个表给的。我气发焦你。顺便拿上来看一下啦。好啦。漂亮，这样水的哦，甜姐儿，很美丽哦，还有这个亲笔的签名啊。来，新买的后哈，来给他今天带来的专辑不多，带来的专辑，因为我看现场人潮非常的多，不过带来的专辑不多，带几片，只有那十片。刚才在后面已经开始卖了，谢谢谢谢，所以要买的朋友尽量的走来前面，好不好？来，支持一下哦。好，那等一下我跟浩浩呢也会到我们的舞台下去呢，服务我们的发财红包，一份红包是十元啊，这个哈都是要。捐给我们的龙南店，作为我们的活动基金，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忙哈，来拜拜我们的众神，也保佑大家身体健康，欢喜无广播，感谢您最最，红包支持起来哦，感谢感谢，大家就好，感谢听友听友，来，你还有几首歌曲的时间，来马上演唱给大家。是的，马上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曲名叫做。忘记了，我要唱什么歌？老师来裸光。谢谢，欢迎黄嘉文。好、哦，他很好听的一首歌。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一首《我心爱的小马车》。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海蓝天。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却让我最喜欢。
我心爱的小马车带给我们今天晚上在场每一位爱听经典歌曲的大哥大姐们。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黄嘉文的这个首张，就是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带给你们大家，也希望呢您大家同样的也会喜欢。